第七个新闻呢，我们来看呢，这个也是跟这个电影有关啊。这亚马逊最近花了90亿美元把这个米高梅啊，这是一个老牌的电影公司买下来，还没有买下来，据说要花90亿美元。米高梅是美国的少数还没有被买掉的电影公司，它是比较小的一家。那亚马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？因为亚马逊现在要积极的推它的 Prime 啊 ，Prime 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客户的这个串流服务。那这个串流呢，现在是未来的事业的一个娱乐事业的主流。那假如你不知道米高梅是谁的话，各位你总看过007吧，007呢这个电影啊，现在要拍到第25集，这个就是米高梅公司所有的第25集的这个电影呢，叫做 No Time to Die 啊。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死活的，这个因为讲到这个新冠疫情，我是特别写了一个这个他这个米高梅就是米高梅，所以他还是一个老牌的电影公司，但是呢这个电影公司呢比较小，所以大的电影公司都被买走。那这个亚马逊它因为要跨入串流，所以赶快去买一家。那我有几个观察，第一个呢是全球现在是内容变得很重要，内容大战，串流呢变成一个主流。那米高梅是用007而闻名的，但是这只是一家小的电影公司。不过呢，你能够被亚马逊看上啊，等于是被一个大的这个互联网平台看上，这个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利多。